哎、欸，顿住了，欸、那也可以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么晚拨电话、啊？嗯，因为没人拨、啊。哦，我被睡着了。没有，我刚才在鬼混。哦，理解理解。没有了，我在忙啦。哦，啊、等一下。啊看纸片会盖出什么？没有了，恶心的东西。我直接用泥土直接盖。哇，真的没有美感可言呢、欸！我没就是没有嘛，真是哇！怎么样？那个叫美感，一点都没有哎、欸。这叫做美感，美感，哦、没有感觉的美感，没有感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美感永作。烂透了，这个火把丢给你。好啊，我要继续盖我的房子。不过你要帮我嘞。嗯、我干嘛帮你？这是你的事，是吗？你他安全上嘞、欸？什么叫安全上嘞？好安全哦！他已经到了，是不是？嗯嗯，看起来到了，走啊！看起来没有事。对对对，他现在还活着。他看起来很好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等等，不妙，前面都有怪啊！旁边好恐怖、哦，这里，这里叫怪物列车吧？怪物列车，哎、欸，晚上又看到一个怪。快点！子健，你不是做矿车吗？为什么没有追到他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你也矿车这么快？哈哈，你他这样，这样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跟他下来了，这么一个人了啊！对啊，这样子下来的话，应该会找房子。对对对。哎，这里不需要动力耶，这里鸟。哎，我把你还在出光的弓箭给拿回去。他不会自己掉下去吗？会呀，会啊，对啊，这里鸟是不会的。你怎么样？我把车送回去。哎，子健，我发现这条路其实有点危险。你等我先冲啊！嗯，子健，坐着坐着。哎呀，要不我们把这一条干走一走？为什么危险？为什么中间会有人？没有怪耶？那叫什么？通过一直撞到怪呀、啊？那个撞的很快，其实那个人家说你就走那么顺。啊屁耶！哎，怎么为什么有两台列车？要不要？我刚来的时候被延伸到那里，不是有一个山脉吗？对对对，就用直线的，用平的拉到那对面的山脉去，怎么样？你再讲一遍，你再讲一遍。就是如果你要用的话，一定要架更高啊，不然我们就用栅栏把刚那个地方围起来。那你要架更高一点吗？我连箭都没有，我连箭都没带。因为我觉得架高很麻烦、啊，你还要砍踩石头，踩石头砍一些怪怪的、啊，然后又要被你念说很丑，你就不是很想架，你知道吗？再漂亮一点就不会被人家嫌丑了、啊。我盖不出漂亮的嘛，你强人所难呢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美感。嗯，为什么盖不出漂亮的？没有美感，无法理解啊！小宝给你，这就要靠你自己了。你要得我什么？无能为力。哦，得我一把铁剑。给你两把好了。得我两把，有打这么快吗？上啊！荧光石真的不够哎、欸，要不要在这边造一个地狱门呢、啊？这样去比较快一点。造吧，造吧。这边哪边有那个岩浆是不是？对啊。没有，目前没看到。哎、欸，他在房间里了。他在房间里，我们到时候要看看他会不会乱跑。架高啊！他们都说要架高，铁路就是要架高，好不好？不是因为在平地上面的危险性太高啊。对啊，好远哦！而且架高的话，都会是平的，好远哦！你看风波也是倾向架高，是不是？因为比较安全啊。架高，哎、欸，一面倒都是架高哎、欸，纸片。哎、欸，在村庄底下面挖矿的话，还蛮方便的。有加速哦，移动加速。有空你可以把村庄底下都掏空一下。也太掏空了吧，很恐怖哎。那个家附近还不是都被你们掏空了？我还好吧，我只是因为那边感觉走在上面都摇摇欲坠，有没有？你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土地崩塌之类的吗？对，很有可能。有这边好多人说要用栅栏哦。是哦，我这边都是架高哎、欸，没有一个人要说要用栅栏的，假的，没有，这边也无视掉了。用栅栏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栅的话，顶多就是，顶多是你不会脱离轨道，可是你还是会被攻击。栅栏还是会被攻击哦，还是会被攻击哦。武力怕的话，架高啊，他窟窿会射击哦，真的挡得住吧？他不是从这张方式，所以要多高才算架高啊？啊！秋豆，我刚看到什么东西？再往上个五格差不多吧。我真的看到雾石在那边推推推、欸。等一下，观众，我刚有看错吗？认真的、啊。推，真的没有、哦、没有正常人了。然后我看到他很不情愿，想要飞走，很想走是不是？很想把你的送过推，常想想走啊！等一下，想的。等一下，刚刚有观众抖内了50美元，好爽哦，50美元，好爽哦。
羡慕哦。请客，请客，请客，请客！既然你都说了，请客，请客，吃烧肉，吃烧肉，请吃烧肉。你们自己搭车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坐矿车过去。他在南部哎、欸。我现在坐矿车过去，没关系，我总有机会遇到你的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弄个教学这样子？教学什么？教观众如何把话题调低，调低，如何调话题是不是？对啊，给阿神教好不好？阿神也没时间教吧？那个这边有那个教学达人哦，给悟星教啦，我觉得给悟星教最好了。有缘人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不要说的好像是，不要说的好像那种佛教之类的东西好不好？我们不可能每一次直播就为了教大家怎么看直播吗？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忘记了哦，对啊，不然光教就没有时间直播啦。对啊，教你们就好啦，都回答你们问题就好啦，都这样就好啦。对对对，纸片把你的箱子清一清，放进去好了。现在吗？对啊，可是你要帮我弄哦。现在啊，好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这边弄啊，在那边时间啊。你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在弄那个啊，我现在在加高啊。等下，秋风，你把那个给我好了，我过去村庄那边盖地狱门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十个黑钥匙吗？对对对，好。想说你有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你拿。刚才你就要直接搭走了。我说真的，我刚趁着就要搭走了，然后想到不对，我刚刚本来做什么事情？我应该要把纸片的箱子移到里面去的，不然这样子公共设施。哎呀，你要东西吗？铁轨我给你，铁轨。我刚好不需要。弄给你。好啦，你把垃圾给我啦。可是我也快捡不起来了啦。不是垃圾啊，那些是铁轨。铁轨，腐肉要丢掉。你要腐肉？不要。我不要腐肉哦，我没事。渴望腐肉吗？好吧。我再帮你立哦，你说的立柱子，你是十格都立一个？对啊。哦，这里还有算哦。对啊。我天哪！好恶心啊！这么高级哦！悟星，你讲是好恶心还是好有心？好有心啊！超有心啊！超放心！哇，你太……那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觉得我实在太不专业了，再等你。谢谢。我去帮你把铁轨挖掉，丢在你身上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可是我实在太专业，你实在太专业了。谢谢。成长，成长，成长。相较起来，我根本就是个废渣，我根本就是个废渣，我根本就是个废渣。别说了，说了纸片会很爽。1,2,3，我觉得他已经爽上天了，有没有？6，都要飞升了，在天上飞。省省吧。6,7，真是不可能违背地心引力的。你没有飞机啊？又遇到火力霸了齁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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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洞吧，洞而已，刚好有这个天然有陨石打下来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刚好就是有天然矿坑了啊。我多照顾纸片，哪有？纸片那个死掉之后，那个亲属我们会代为照顾。吓我一跳，东西都被捡走，钻石都被做成钻石角，不是钻石，是你的家人亲属我们会代为照顾啊。他都几次攻击我，可是我没有亲属啊。那个什么黑道不是都这样吗？黑道不是就直接把女人抢走，然后拿去？没有，他们的照顾就是这样子，你懂不懂？哦，乱讲话，不要。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照顾。你捐点钱。那个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把你的传家宝还给你好不好？好哎、欸，你可以顺便还我个。到底要几只？地狱水那个幽灵水母攻击我啊，好多、哦，谢谢。我刚听到呱呱呱之类的声音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什么东西？那是谁的？应该风破的吧？等一下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没有订阅，可是我刚听到一个蹦的一声，我在想是不是刚雷要打到我，还是苦力怕炸到？我没有看到。等，没有，我刚没有发，我刚没有订阅啊。哎、欸，那是我的吗？没有，那是我没有看到字啊。那是无形的，是我的啊。吓死了！我的抖内啊。我想说我没有听到，像是未曾听过的，我有听到，没有未曾听过的那个，大家用的很像。看来他平常都放的不大声，所以我们都不曾听过。今天麦收音比较好。对啊，既然被听到，就不能让你们活着。啊？
紫片哪里啊？紫片上面。紫片我不知道。上面。紫片怎么了？紫片怎么了？啊，你不知道15？对啊。你哪里啊？我在卫星旁边。这是。你可不可以讲的具体一点？我在你们刚刚补那个压力铁骨的地方。可是我现在要走了。我在矿车上啊。你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理他。我现在饿死了。我跳过去了。我在你旁边。等下饿死了。去了。等一下，是还蛮近的吧？我们其实蛮近的。我丢丢那边去了，丢那边去了。我看到，谢谢。我被射死了，吃一下。看一下，你这边射。我。今天目标是什么？今天目标就是盖完铁轨。我们快成功了，各位。我们已经成功了。成功了，我们现在车站了，高级的台北车站，而且有北三门跟南三门哦。很北的台北车站，真的？那你确定那是北吗？我看一下。确定，我看一下雨山。看一下雨山，哎，南的，对。好了，完工了。发车点。发车点，所以要做一个发车点。嗯。好啊，来。这就是发车点，所以要一颗按钮插在上面。给你一个木按钮啦。哎、欸。噔噔噔。就这么完成了。噔噔噔。为什么木按钮要长在地上？它明明就已经插在柱子上了。好了，完工了。完工了，完工了。你看通风良好。我们到时候在上面放它的那个，放那个太阳能板。对啊，我去看一下成就房，我大概弄出来的东西。要带我们去看一下成就房。吵死了啦！要多给钱哦。走到这里。我操！我还要穿过这里哦。对吧？好远哦。哦，好帅哦！真的是变猛了耶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有点像那个像旗帜啊，有点像那个什么法国的国旗，是不是？意大利。其实我就只是想说弄这样的方式还不错，就弄那个。那悟性，你知道你自己用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要怎么用。还有纸片的纸片应该放一张纸，就放一张白的就可以了。好赞哦，好赞哦，好转哦，好转哦。所以就真的就是阴什么地，对不对？看什么铁什么王，铁什么。哦，不要再玩他了，好不好？说实在话，我看不出来我那个死因到底在，不是这样子，我是我去。好棒的地方，好舒服哦。我也要那个旗。啊，你要拿6个羊毛？改天再做啊，下一次再做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们超时10分钟了，去帮付钱哦。我没有要付啊。而且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我根本就是个废渣。